你把衣服穿好了没有呀？难道我今天穿得漂亮吗？哇，今天是艾莎公主哟。难道我们快点去表演吧？那你是不是少了点啥呀？啥呀？当当当当！妈妈前面是什么呀？宝贝，这可是妈妈专门给你买的儿童专用脑化妆礼盒呀。哇塞，粉粉的颜色特别适合你呀，宝贝。妈妈，那我好喜欢。哇！还有呀。哇！哇，超精致的儿童专用化妆礼盒呀，看里面有两盒腮红，两盒粉饼，两支口红，一支紫色的，一支粉色的，一支唇釉，一支眉笔和眼线笔。无需卸妆，湿巾轻轻一擦就干净。两瓶指甲油，这瓶是闪亮亮的，这瓶是粉色的。一盒六色眼影，美甲工具套，小钻石和指甲贴，软绵绵的粉扑，两个化妆刷。哇，还有两个漂亮的戒指呢！这可不是普通的戒指呀，打开之后里面还是唇釉呢。这么精致又高档的儿童化妆礼盒，哪个小朋友能拒绝呢？这里还有小女生的小小化妆礼盒呀，宝贝，你喜欢妈妈给买的儿童化妆礼盒吗？我喜欢。